欧斯亚赛车节可以说是中国最棒的汽车文化节，你在现场能见到很多经典车和老车，但你要知道持有它们是要花费很多的心血和成本的。那欧斯亚赛车节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晒，晒出你的态度。所以你知道真正会玩的大哥都开什么来欧斯亚赛车节争奇斗艳吗？答案就是它，全新的福特烈马。说这是一台全新的经典车一点都不过分吧，从里到外你都能看到很多源自于1966年的经典传奇设计，而且它永摘32次巴哈的桂冠。我就问你，有这么辉煌历史的纯血越野车还有谁？兄弟们，今天就跟随我的镜头和这匹烈马沉浸式的玩转欧斯亚赛车节。首先不得不说，最会玩的还得是官方。这四台福特烈马的艺术车是福特纵横联合不同领域的艺术家共同打造的，大家跟随我的镜头一起来看一下吧。有像这样一匹营造出了真马质感的自由之魂，有像这样承载了人类对于家园的眷恋，给烈马织上了一件大毛衣的旷野之梦，有将风的自由、火的热情和马的力量完美融合在一起的涂鸦作品猎蹄嘶风，更有像这样在西部荒原之上身着牛仔丹宁的烈马狂野西部。这都不是天马行空了，这是烈马行空。那每一台都散发着马儿它自由不羁的狂放气息，而且这四台艺术车每一台都能在我们的 OCR 赛车节现场见证。当然光静态看这几台艺术品是远远不够的，马上到巡游时间了，我们要让这匹烈马真的跑起来。你看全场和这么多方盒子同场竞技一起巡游，没点花招和本事是不行的，就像孔雀开屏一样，我必须得拿出最酷炫最吸睛的状态，你们说对不对？烈马可能是现场所有车里面能拆的最干净的，即使是一个成年人花几分钟的时间，车顶车门都能自己卸掉。我的同事曾经有一个记录，26秒的时间四个人把整台车的车顶和车门全给卸了。那现在咱们就说话之间啊，我打算把这台车的车顶给它卸了，一会儿以一个敞篷的姿态直接去参加我们的巡游活动。正式开这台烈马进入咱们的巡游环节了，这也是整个欧斯亚赛车节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开上来之后我第一感觉就是，哇，这台烈马真的好高，有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不开玩笑，前面速度之王超跑组随便拉一台车到我面前，我都是看不见它车身的，因为真的巨高。然后这台是经过 JK 老师精心改装的烈马 Speedster， 你可以看到从外到里都有很多属于他们极速拍档的元素。从小看 JK 老师节目长大的，有种莫名的亲切感。没骗你们吧，兄弟们，说烈马可能是整个 OCR 拆的最干净的那台车，一点都没说错啊！你看看咱们左边的这台橙色，我们是光拆了顶，他们连门都拆干净了。再加上这非常美式复古的音乐，那开烈马就应该比较惬意，把手搭在方向盘上，然后左手再搭在门框上面，感受微风吹拂，是吧？特别 chill。讲真，兄弟们，我觉得这台烈马已经不需要再用越野去证明自己了，但奈何这是我们 OCR 赛车节第一次开放越野场地带给大家来体验，所以他回家了呀，这我不得体现出一下他碾压性的实力啊。讲一些基本的参数啊，你听听都会觉得不明觉厉。首先它配备了一个 GOAT 的全地形系统， Bilstein 的三段式氮气减震，它还有一个专属的巴哈模式，一会儿咱们就直接用它的巴哈模式冲进去体验一下。在中控台的上方还有类似于像防倾杆断开和它的三把锁的控制系统。那准备好的话，咱们现在直接挂 D 档出发。你看车高就是好，进来我就直接无视了那个路肩，直接骑上去就行。
讲真，如履平地这四个字在这台车面前真的不是吹啊。你看我现在过一个交叉轴，我只要稳住油门就过去就可以了，太简单了，太轻松了，没有这么轻松过过交叉轴。 OK， 来到一个侧坡，三把锁，我在这边连一把锁都不用开。其实这边的几个坡啊，还是挺考验一台越野车它的接近角、通过角和离去角的，但是这些对这台烈马来说简直就是小儿科，轻松，太轻松了。巴哈模式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当你全力冲刺的时候，注意听，你听听这个传进车内的声浪，在你去冲坡的时候，这个声浪马上就把你的肾上腺素给调动起来了，刺激不刺激啊？当然，在我们的 OCR 现场，你还能看到很多由车主自己亲手改装、发挥自己想象力的烈马作品。那以 Jackie 改的这台为例，你可以看到整个前脸的设计风格，像电镀的前杠呀，包括在车身上面更窄的轮眉，都是为了去还原1966年原汁原味的 Bronco 的设计语言。我还看到一些车主啊，会把自己的出生年份和购车年份做成名牌贴在翼子板上面，后备箱有一些露营风格的改装，包括装了射灯去追求诗和远方，所以整台车就像一个巨大的彩蛋一样等待着你去挖掘。所以烈马这台车我认为就像画一样，福特给你勾勒出了线条，剩下的颜色需要车主自己去进行创造。我觉得烈马可能是在中国最棒的汽车文化生活节 OCR 赛车节上能让人玩得最欢的一台车，因为往届很少有一台车能从外场到内场巡游等各个环节都参与其中，而今年多了越野环节的体验之后，更是考验车辆在不同场景下的综合素养和能力。就像这四台艺术车的主题烈马行空一样，这届 OCR 赛车节足以证明烈马在生活方式、汽车文化和基本性能等各个领域都有着不同的玩法。我相信每个人心中啊都有一匹属于自己的烈马，而最重要的就是晒出他们的态度。